What is up, you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个人用的三个手机 APP， 三个手机 APP。OK， 这个 APP 呢，其实是三个返现的 APP，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买东西。花销，不管是生活用品、电子用品，还是平常、去超市买菜，这种、平时的花销、不管你花什么，花在什么上面，都可以给你返现。OK， 想要知道我用哪三种 APP 来在花钱的时候同时省钱吗 ？Stay tuned, guys. Let's go.第一次进来我的频道的新朋友呢，我的名字叫 Harry。 我的频道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怎么样在网上创业，怎么样利用互联网网络在网上赚钱的这一个频道。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内容的话，那就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帮我的视频点赞。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OK， 好，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进入主题啊。首先呢，看到这个屏幕呢是我们现在我这个三个 APP 都在里面，它一个是叫 Ibotta， 一个是叫Dash， 一个是叫 Ebates 啊，这三个呢我都有在用，每个呢是有不同的用处哈。我现在跟大家每一个分别讲解一下，每一个我都用在哪些方面。那第一个，我们先进入 Ibotta。Ibotta 呢，它这个APP 呢，它基本上是用于，我个人是用于平时就是去一些买菜，比如说去买一些吃的啊、喝的啊、家用品啊，比如说去沃尔玛啊、Target 啊这些地方，我用它比较多。 OK， 因为它在上面的话的那个给的这个deal 比较多，给的 coupon 也比较多哈，就是减价的东西也比较多。那你看这边下面往下翻，就各种面包啦，什么 cereal 啦，还有番茄酱啦、薯片啦，这种什么都有哈。你可以在网上进行购买，让它直接寄到家里来。然后呢，除了这些呢，比如说其他像 Amazon 啊、Target 啊，他们也有不同的折扣，在这边 Walgreens 啊，他连这种药店也有啊 ，CVS 也有 ，Costco 也有哈 ，Safeway、Ralphs 都有。那如果有些人说，哎，那我今天在下班时候刚好路过 Target， 我去里面买了一些东西，行不行？也可以哈。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在网上买东西，在线下顺便去买的话，点这里，然后呢，比如说你在 Target 好了，你去 Target 买东西，买东西了以后呢，你会收好你的那个 receipt 啊，收回你那个 receipt 要收好，就是小票，收好了以后呢，你点这里，然后呢，你可以在这照相。你把这个你的 receipt 今天花了多少钱照相照进去以后呢，然后给他发过去，那他基本上过24到48个工作日就会把你花的钱有折扣的东西全部返回给你的账号里面，所以你还是有返利的啊。那这个，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你各种不同的什么 grocery、online shopping 啊，这全是各种不同的分类哈，什么样都可以。这个是蛮好用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叫 Dash。Dash 呢，它是周围的，它的好处呢，它有周围的这个餐馆哈。你看这个 Pizza Hut， 什么 Shabu Shabu， 什么Express 啊，什么这种旁边什么Thai Food 这种 Dennis 这种餐馆也会在旁边，所以这个是它比较好的一个。然后呢，它也会有各种 category， 像什么 Food 啊，什么美妆啦、Coffee 啊、Tea 啊这种。哎，它这种就是更根据你定位，根据你的定位给你推周边的这种给你推周边的这些商家或者商铺的这些好的比较这些 deal 跟 coupon 哈，这个是蛮好。当然它大的也有啊，像什么GAP 啊、Sephora 啊这些 ，Gap 啊什么都有哈，Dunkin Donuts 这些都有。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好，我经常用的一个app 啊。
那就是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叫 Ebates。 这个 Ebates 呢也是我平时比较用的，它呢基本上我用它就是在网上买一些比较大的网站的比较多，像 Amazon 啊，它有 5% 哈， Macy's、 Walmart， 像这种的话 Shoes.com， 就是它这种比较大的店我用这个 Ebates 买的比较多。像今年我报税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个 Ebates 报税。它你如果你装了那它那个 Chrome 的 extension 的话，就是你每次进到它因为这个是乐天出的嘛，所以是乐天旗下的公司旗下的一个软件，所以呢你不管到哪一个软件，如果它有侦查到你这个产品有折扣的话，它就会自动跳出来，你就直接点 active 那个 coupon 就好了，非常方便。那这三个呢，其中的话呢，每一个产品他们会在比如说拿打比方亚马逊好了，他们呢有时候某一个app 会在亚马逊比如说有比较高的折扣，另外一个会比较低，然后他们是这种顺序是轮换的，就是有时候这个高有时候那个高，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到底是就是说哪一个会比较好。 OK， 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三个 app 呢，就是我平时自己会平时上网消费或者在线下消费的时候会自己会用到的三个是返现的这个 app。 我自己想推荐给大家是因为我自己用过，然后我自己真的觉得是非常好，因为我这一年里面用这三个 app 给我自己也省下了很多钱，所以因为花钱嘛，你这些东西总该是要花的，那能省一点为什么不省一点，就是点两下或者是拍个照发出去就能省钱，积少成多嘛。所以你从今天开始下载这几个 app， 然后再过一年以后你再回头看这里面你一共省了多少钱，你会很吃惊很吃惊的发现你省了这一年里面你省了很多钱在上面。 OK，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喜欢我频道的内容的话，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帮我的频道点赞，然后记得把小铃铛打开，所以你下次才不会 miss 掉我的新的video 和新的视频。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观看，拜拜。